朋友们，咱们接下来继续讲啊。这个查询啊，咱们从今天早上一开始一直到现在啊，咱们就把基本的这些查询啊，像聚合呀、像条件、像分组啊等等，咱就说到这儿。那么接下来咱们说另外一种查询啊，叫什么呢？叫自关联。什么样的情况用到自关联呢？我给大家，咱们也是这个给它引出来啊，引出一个例子了啊。假如说我在这个新的页里边画个图啊，我接下来干点什么事情？我要把咱们中国里边的这个啊每个省份的一些信息给它存起来，给大家找一个图，咱们简单去理解一下啊。这个图呢，这个网址呢，我已经放到咱们这个这里边来了啊，到时候你可以探个 demo 啊。那么省份，你选北京，选地级市，接下来呢，北京呢就北京相应的市就出来了。北京有这么多区啊，北京有这么多区啊，什么海淀呀、朝阳啊，海淀干软件的都在海淀，干金融的一般都在朝阳啊，这个基本上都是有区域划分的啊，有区域划分。那么比方说上海啊，这个上第三个上海，对，上海是吧，地级市，咱们属于什么，浦东新区，咱们属于这个区是吧，啊，其他的我也不知道啊，我什么还有什么有这么多啊，什么虹口区什么什么，好了，有这么多。那么打个广告，来给山东打个广告是吧，啊，山东也怎么做是吧，可以什么呢，去个青岛看看啊，可以去个青岛看看，青岛的还是比较不错的，像青岛啤酒节呀就在青岛开，对吧，相当不错啊，随你喝啊，随你喝啊，你想怎么喝怎么喝，但是别闹事就行是吧，别闹事就行。那么山东呢有很多市对吧，每个市里边又是不是有很多县呀，有这么多。那么接下来我就产生了个情况，我接下来想要去描述，想要去统计我家是属于哪的时候，那么请问我家属于山东的是吧，我属于哪个市的，我属于哪个县的，这个就不用说了，反正属于山东的就行了。那么请问同学们，那么这个时候将来这个数据表你会怎么进行设计呢？这就像这个问题了吧，你会设计怎么设计这个数据表呢？大家想想，我可以设计一个这样的表，你看着啊，我可以设计一个这样的表，这个表呢，这个线呢我就不画了啊，它一定有个组件，这是百分之百的是吧，同学们？它一定有一个 name， 这是不是也是肯定是这种情况啊？比如说我这里边来个 demo， 比如说一啊，一号肯定什么呢？肯定是北京市啊，北京市。那么好了，我这个表我可以做到让它来存储所有的这个省份，当然这个直辖市。是啊，也是可以的。好了，放在这儿。那么再打个比方，这个地方呢就是二，对吧？山东啊，这是可能的。山东省啊，它是省份嘛。好，同学们，那么看这儿，这个表是不是可以了吧？那么接下来我要问你了，那么山东省里边肯定有很多市呀，北京也有很多区县呀。那么接下来怎么办了呢？理论上讲，我肯定还得再建个表呗。那这个表会有什么呢？咱想想，一定得有 ID 嘛，只要是表，是不是它得有 ID 组件呀？那么将来一定有 name 呗，打个比方，你这个地方一，来放到一，那你将来是什么呢？比方说有济南市，啊，山东里边有个济南市是吧？那么还有什么呢？来再来一个，比方说有二，它这个地方呢叫做青岛市，啊，有这么多市，那么同学们，这个表是不是将来存储的是所有的市啊？啊，存储全国所有的市。就是地级市啊，地级市行政单位的最高级的是不是省啊？来，同学们，那么我要问你了，我这个地方写了个存储全国意味着什么？所有的市都这么放了，你如果不这么放就很尴尬了，因为省份很少，但是市是不是有很多，山东就好几个，十几个市对吧，上海有十几个，那每个地方就是区县都很多个，如果你想我要是不建立一个表存储所有全国的这个地级市的话，我接下来有可能这个是不是叫山东的这样一个是吧，那比方说上海的 SH， 比如说上海的是不是又来一个表啊？那你这样的话啊，将来这个你的所有的市找这个，你将来北京的有可能去找那个，你接下来上海的有可能找这个，请问我全国有多少个省，我接下来是不是这个地方就得建立多少个这样的表了吧？这是不合理的，能重用的肯定是重用。那么咱们最终的方案是怎么的呢？来把这个地方建立一个表，你也别存山东省里边的市了，你把全国的市都存到里边去，这行不行啊？从一个角度来讲你建表的个数少了，但是呢从另一个角度讲你的这个复杂呢就这个复杂性呢就上来了，因为你咋知道这个市它是哪一个省的，你得标记，同学们是不是这个情况啊？那么
像这两个市它都是 山东的嘛，那么请问是否也就应该我这个地方再建立一个新的字段用来存储它们所属于哪个市，你说没错吧。那比方说这个叫做这个 P 是 province 是吧， PID province 的 ID， 请问我这个地方写几呢，二，这个地方写二，这个没错，写二。来咱们再来一个，这个地方再来个三，三，假如说石家庄，石家庄，石家庄家中是石家庄是个市是吧。来同学们，那么这个地方里有什么，它得再来个省，对，再来个省，三，比方说这就是河北省啊，河北省。好的们来看着，我把这个往上一拉就行了啊，往上一拉就行了。那请问这个地方写什么啊，是不是这个地方就写三，能懂我现在当前这两个表的关系了吧。什么关系啊，我这个表是只放省份，那么我将来为了能够这些表里边这个市它能够知道你是属于哪个省，我是不是把每个省里边的这个组件是不是这个地方也写上了吧。请问省是一个表，市是一个表，还有什么，没问题，还有县吗，来它一定有组件 ID， 它一定有姓名。那么来咱们来一个，一，我就以这个什么呢，叫做青岛市为例，青岛有什么曲线呢，比方说有四方啊，四方叫什么曲线我不知道啊，还有什么叫二，比方说叫做崂山，崂山啤酒你总听过吧，崂山啊，不能写崂山啤酒了啊，来同学们，四方崂山这都属于曲线了。那么请问它属于谁呢，我这个地方我是不是相当于再来一个，比方说 C 表示城市 City 的话，那么接下来 CID，那么加了这个地方写几啊，二，是不是这个地方是不是写二，是不是也就是说这个表里边的这个东西将来要填的是这个表里边组件，而这个表里边的这个东西是不是将来是不是要填这个表里边组件，能听懂我意思了吧。省市已经到了什么呢，曲线了啊，曲线，曲线啊，全国，全国的曲线。来怎么还有什么，如果是按照我们山东来说了，我别的我不知道，有镇，乡，乡镇，乡镇接下来才是村，村里边接下来是组，然后这个你属于哪个大队的，是不是大家原来生产的时候就什么计划生产的时候你属于哪个大队的，你属于哪个组的。请问你要是再往下分，要是按照城市的话，那就分为什么哪个街道哪个社区，请问是不是还是不一样的吧。现在我们那儿呢已经开始整了，把村再加一个行政单位，加一个什么社区，镇下面有村，然后呢现在镇下面变成了社区，社区里边变成好几个村，现在都已经开始这么变了啊，我们村呢已经开始实行了。那么来看这一二三四五六，如果你再分一点，还有你再分一点，是不是还有，什么时候建完，我的天，你不觉得是这个道理吗，这么做同学们行，我不是说不行，反正就那么几张表，谁说不行，行，能有简单的肯定不用复杂的哟，能写一行绝对不用多行哟，这不就是你为什么学 Python 不学 C 的一个特点吗。来同学们看着这个表里边的结构和这个表的结构和这个表的结构，这个表的结构你没发现几乎是一样的，唯独这个表存储的组件是它的，这个表存的组件是它的，这个表存的是它的，这个表存的它的，这个存的是不是这么一次递的规律关系啊。这个表市县乡镇村以及大队，那么这些呢这个表的结构呢几乎是一样的，但是唯独这个省份呀，同学们，也就是说既然你这些表结构是一样的，那能不能把它合成一个呢，这是不是一个思路啊，你表结构都是一样的，能不能合成一个呢，有可能性，这是一个了。第二个，你是一个，他们是一个，这是不是还得两个吧，蓝圈吧，这不是两个蓝圈吗，这不是还两个表吗，那能不能用一个呢。来同学们看着，如果我在这把他的这个字段给他改成 PID，他写上那，他写上那，他写上那，意味着什么，他没有更高的一个级别了，请问是不是最高的那个省级级别了吧。那么我把这个改成 PID， 我把这个 CID 也给它改成 PID， 那么请问这样的表结构是不是都已经相同了呀，那无非是省市县的这个不同嘛，其他都同嘛，请问这个事是不是解了。那么我想给你干什么事情，一个方向，用多个表可以实现咱们接下来想存储省市县什么乡镇村都可以存，但是表多，那能不能用更少的表来完成这个事情，可以，经过仔细的分析研究发现，原来这个表的结构，这个表的结构，表的结构是不是都可以用一个表结构来存储了吧。那同学们也就是说
你完全可以用一个表来做到你这么多表的一种最终的一种情况。那么这个表咱们应该怎么做呢？我把这个咱们保存一下截个图。那么同学们来看这，咱们设计一个这样的表，咱们试试看啊。这个表 ID name 然后呢 P 下划线 ID， 然后我在这个地方写上一，这个地方呢写上比方说叫做啊北京市，然后呢没有北京市老大了，没有了，我再写上一个，写上一个什么呢？我再想着，比方说写上一个山东啊，然后呢他也是老大，他也没有，那对吧？那我再来上个三，举例的我写上济南市，那他的老大是谁？二。我再来个三，我再来个四，那么他是谁呢？比方说青岛市，那么他的老大是谁啊？二。我再来个五，比方说再来个青岛市的这个区县，比方说叫什么了？这个黄岛区啊，黄岛区。那么他属于谁呢？属于青岛。请看，如果接下来有县、有村、有镇，是不是也就是说，我接下来这一列字段里边写的值，不用找别人的表，只要找自己表里边的组件飞过去，请问是不是就有关联？你想是这个道理的吧？我写那样的表示最高级的，没有更高级的了。那么我要是写上这个数字的话，请问是表示的你属于哪个区县？是不是已经能找到谁他们之间的关系了吧？那么这就是最终的版本，用一张表能够解决的这个问题。那么在这个表里边，咱通过仔细的发现呢，最终得出了一个结论：一个表里边的一列用到了是不是当前表里边的是不是另外一列的值啊？这就叫自关联，我自己关的我自己嘛，对吧？我自己的这个表里边关联的我自己这个表里边另外一个字段，那么这就叫做自关联。那么自关联的表呢，它到底是什么？我刚刚其实就给大家讲解完了，听懂我意思了吗？一个表里边的一个字段关联另外一个字段，这就叫自关联。那么自关联一般用在哪呢？省市县这个一定用，还有一个你在一个公司里边的上下级，我是谁管的，我老大谁管的他，我老大的老大又是谁管的，请问这个哥们是不是这么个东西了吧？那所以说一个公司先分部门，有多少个部门，每个部门里边有多少老大呢？他们之间的行政级别其实也是这么来的啊，也是这么来的。同学们接下来咱就要练一下了，怎么做的呢？首先第一步，在咱们的数据库里边建一张新的表，根据咱们刚刚的理解，请问同学们这里边是不是有三个字段啊？ ID 啊，此时呢我叫做 AID 啊，你叫 ID 也没错啊，叫 AID。 AID 组件 A title 将来是什么呢？名字，就是刚刚对我那个 name。 那么这个 PID 是不是将来存储的是不是它的关联的那个键的值啊？好了，把这个 Areas 拿过去，回到咱的无班图里面去啊，右击新建。好了，一张表又新建了。那我怎么知道有多少表呢？ So tables， 大家看是不是这个 areas 这个表是不是建立成功了吧？那么建立完了成功这个表之后，那个数据去哪整呢？真的数据啊，我刚刚给大家发下去的这个 circle 啊 areas 的 circle 这个文件啊，其实呢就是数据。我刚刚呢给大家发了一个文件叫 areas 的 circle， 双击打开它， insert into areas values 什么什么什么， insert into values， 请问啥玩意儿？有这么多啊，有好几千行，有这么多啊。新疆呀，新疆电子平台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这样的。来，同学们看清楚这个地方是不是有那了吗？那关键是东哥，你不会让我 Control C Control V 吧？不用这么多，怎么做，同学们？首先第一点，我有了一个数据，我有了一个 circle 文件，这个文件里边是不是全部放了这个将来真正的 circle 语句啊？我接下来应该把它是不是放到咱们这个表里边，这个表里边是不是才会生效啊？怎么做的呢？首先同学们 exit 退出来， exit 退出来，你把这个中台关了啊，没有用了，把中台关了，所有的都关了它。怎么做？第一步，把这个文件拖到无班图里边去封啊，我以为我已经拖了一份了，同学们这个地方我就不拖了。好了，是不是已经有了吧？在这里边已经成功的有这个文件了。那么接下来干什么呢？打开终端啊，打开终端，打开终端之后，接下来注意听，先看一下当前的路径是谁。你当前的路径是不是和这个路径是不是不在一个路径？这个是不是在 desktop 路径 ？lscd 的 desktop。注意听啊，你先用终端，在当前路径下，要是能看得见 areas 的 circle 的话，那就可以了。那么这个时候 my circle 一杠 u。
u root 杠 p mysql 登录，是不是登？哎 ，mysql 啊 ，mysql 走登进去。好的们，我把字体稍微放的小点啊，放的稍微小点。你接下来操作的时候，在操作之前，请问你刚刚是不是已经看见了当前路径上已经有这个文件？那么怎么办的呢？接下来直接 use， 咱们先看一下 database 啊 ，databases 啊 ，bass。来，同学们，咱们那会儿今天早上一直在练习的是不是这个数据库啊 ？use python 下划线 test。好了，用一下 show tables 看一下表，是不是有这个表啊？那么接下来 source 写上 areas 点 circle。好了，三二一，走，执行完了，数据全进去了。Select 星 from 叫什么来叫 areas 走3000多行，请问同学们进去了吧？这数据进去了，同学们说到这个数据哈，这个数据呢，我要再声明一下的，这个数据里边我是从网上荡下来的，这个数据里边呢少了咱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拥有的台湾地区啊，这个数据少了啊。也不是我整的，我现在要强调清楚，我是一个爱国人士啊！真的，我一定要说明白。那天有个哥们儿，东哥，那台湾呢？我立马回事了。台湾是自古以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吧？那哥们儿要是把这个视频录下来，那就是吧？不行啊，咱们不要这个数据呢，是从网上拽下来的。网上有很多这样的数据，咱们拽这个数据的目的是什么呢？练习咱们的SQL语句，听懂意思了吧？如果你想把咱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写上去，同学们你就写上去就可以了啊，没什么问题啊。好了，数据有了，有了干什么呀？查呗，查查有多少省？你告诉我，我怎么知道有多少个省直辖市呢 ？Select 星 from areas， 你不写条件那就完了呀，那一定写 where 啊？哎，刚刚乱了啊 ，Select 星 from。叫什么呢？叫 areas， 然后 where PID is a none， 是吧？少一部分台湾嘛，啊，少一部分台湾啊，台湾在咱这里边啊，这个数据不是我整的啊，再次强调不说了啊。好了，同学们，大家可以看到这里边什么应该有自己的省吧？看看自己的，少了自己的省的举个手。是吧？这个山东，我是山东的啊，没错，我是山东的。北京在这上面有北京，有北京。香港、澳门，香港、澳门，对，好像他也少了，他也少了啊，这不怨我啊，不怨我。奥特曼，这个地方其实有个地方是错误的，你看，什么巨巢区是错误的吧？你看我说这个数据是错误的吗？你看本来就有错误的嘛，啊，这个数据啊，错误有错误的啊。奥特曼，省份儿。直白来讲，如果要是咱们把漏的那几个像台湾呀、香港呀，有可能澳门写没写我不知道，如果都写上的话，那么请问接下来是不是应该有很多了吧？那么我接下来的一个要求是，我查看山东里边有多少地级市，怎么做？还记得咱们那会画过的那个图吗？这个规则是山东省里边哪些地级市，只要看一看这些 PID 是山东的 ID 的话，这事是不是就解了？嗯，那我先得知道山东的 ID 是谁哦。好了 ，select AID from areas， 然后 where， 叫什么了？那个叫什么了 ？A title 等于山东省。那你说东哥我把这个复制过来行吗？行啊，但是真正的你说的是山东，是不是他接下来是不是所有的东西是不是他自己多呀？大家没发现是不是咱们先搜出来是不是370000，是不是40，怎么做 select 星 from areas， 然后 where PID 等于370000，就他了吧。我想知道青岛市里边有多少区县，怎么做啊？你看看青岛市前面这个值是多少，370200是吧？那么将来这个地方370200是不是它？321走，你看，这不就是青岛市里边东西了吧？同理，你把山东换成你们的这个省份，那么接下来你挨着查，是不是也能查出这个信息啊？我刚刚想要得到山东省里边所有的市，我是怎么查的？同学们，是不是两步啊？
第一步，我先查出山东省对应的 AID 是谁。第二步，我再把查出来的 AID 当做这个地方是不是直接写在这儿，是不是得两次查出来结果吧？那有没有办法一次性就查出来呢？记，你前面这个 circle 语句不管你怎么想，哒哒哒哒，你想怎么想怎么想，反正最终我就是告诉你了，我的名字是 A title，T title 怎么想 ？title，T-I-T-L 是怎么想吧 ？A title 是怎么想啊？等于三东省，我最终就是你 circle 语句怎么写我不管，反正我最终就只告诉你个山东省，听懂我意思了吧？那该怎么做啊？同学们，如果是一张表啊，其实这个事情是很难办的。咱们在学关联查询之前，咱们刚刚是不是学的是链接查询啊？链接查询分为内链接、外链接，外链接又分为左链接，是不是还分为右链接啊？要是有一个叫做省份表，要是有一个省份表，同学们，我把这个拉着大家啊。要是有一个省份表，要是有一个地级市的表，我把地级市里边这个 PID 取出来，到这个表里边的 AID 去找，那么请问我输的是省份的名字，我把这个名字一输，这一行是不是就确定了？我拿了这个 ID 过来去找你这个地方是这个的，请问是不是这一行这一行这一行是不是全部都出来了吧？那么我该怎么办呢？要是有两张表，这个事就全解了。但是毕竟你只有一张表，那该怎么做？注意听 ，select， 先别管前面 select 写什么，你先别管它，对吧？你大不了就写个星嘛，对吧？大不了你就写个星。来 ，from 什么呢 ？from， 咱们只有一个表，那百分之百是不是 area 是吧？来看这 ，as， 比方说叫做 province 怎么讲 ？v r n c e， province， 然后再来一个东西叫做 inner。叫什么呢？另外一个表谁啊？哪来表啊 ？Areas as 叫什么呢 ？City。大家，我想要告诉你的最核心点是 ，from 这个表的时候，你是不是给它起了个名叫 province 了吧？此时就按照 province 表对待了呀。我接下来再来一个表，还是叫 areas， 没错。但是我起了个名，是不是叫 city？ 是不是也就可以认为我现在有一个表叫 province， 一个表是不是叫 city 啊？然后接下来我写上 on， 写什么条件啊？写什么条件 ？on 这个的 PID 等于那个的 AID 是吧 ？City 点 PID 等于 province 点 AID， 你说是它了吧？那么查出来的结果里边，请问同学们，咱们接下来是不是就这么写了吧？那么还有个地方，还有这个 A title 山东省，那怎么写？啊，那是不是就是 having 谁的 A title 啊 ？Province 是点 province 点它是吧？这不出来了吗？山东省里边所有市。那么请问出来了，显示怎么这么 low 呢？因为你前面是不是写的星？怎么办啊？你把星抹了吗？你想看什么？你想看不看哪个省？想看怎么做 ？Province 这个写起来怎么又乱了啊？有的时候就是乱，这个，同学们，所以说你在那个 sublime 写完拿过来粘啊。Select province， 嗯，来，他不让咱们写，他就算了，他不那么整啊。这个客户端有问题，来拿过去，你不让我写，我就写在这，这总可以了吧？查询出所有山东省里面所有市，把这个粘贴了，请问，接下来把这个星换成 province 点这个 A title， 然后你还想显示有哪些城市啊 ？Pro 这个 city 点 A title 是它吧？来，等一下，走，不就出来了吗？同学们，把这个其实只要一改，我不查山东省，我想查青岛市，怎么做啊？青岛市出来了吧？你想查一个，比方说济南市，是不是也行啊？你想查看一下，来，咱们来个，比方说河北省啊，河北，哎，输入法啊，河北省，走，河北省是不是全部出来了吧？同学们，就这么做。也就是说，我想给你表达，同学们有两个意思。第一个，设计表的时候，我完完全全的可以设计成 N 个表，
但是呢，将来表越多，将来越复杂，对吧？我可以用一张表来替代，那么这就是一种思路。第二个要提达表达的意思，第二个要表达的意思，我原来通过 as 可以把一张表理解为另外一张表，是不是相当于一张表就按照多个表来对待了吧？也可以实现啊，也可以实现。好了，同学们，这个呢就是自关联的一个体现了啊，自关联的一个体现。好了，那么省份啊是全部都出来了，同学们，这个就毋庸置疑了。那么这个呢就叫做自关联的查询啊，自关联的查询就说到这儿啊。